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2月1日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面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吉视网以及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我省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在-3度到-1度之间，最低温在-18度到-9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度，最低温-9度。明天我省气温将继续回升，不过也将迎来雨雪天气。好，了解完天气，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旅游过大年更流行，国内游市场以长线游为主，出境游、海岛热度最高。针对人们关心的铁路售票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12306技术部主任单杏花。央视春晚吉林长春一汽分会场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工作。金蝉花、牛髓粉号称包治百病，保健品公司因涉嫌虚假宣传被立案调查。地铁门上扫福字，手机卷进门缝里。男子火车上霸座卖座被警方行政拘留。吉林省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次拍到东北虎身影。国际方面，巴西矿坝决堤事故遇难人数升至99人，至少259人失踪。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综合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旅游过大年更加流行，国内游市场以长线出游为主，出境游市场依旧是海岛热度最高。根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2019年春节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大多都以出境游和国内长线游为主。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成都等城市的消费者预订春节旅游产品最踊跃。从预订数据可以发现，今年春节选择节前错峰游的游客最早在1月28号左右就已经动身，提前出游人次占预订出游总人次的比例达到54%。从旅游目的地热度来看，避寒游、冰雪游、温泉游、祈福游、乡村游等旅游主题热度居高不下。除了火热的国内长线游，今年春节消费者出境旅游预订人次同样增长明显。东南亚海岛游、日本温泉滑雪游、澳洲、新西兰的反季游等都是春节出境游的热门主题。另外，文化和旅游部1月30号表示，春节期间各地将安排力量依法查处不合理低价、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等乱象，加强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游艺、网络表演等行业的监管。春节期间，不少人会选择出境游。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建议中国公民计划出境旅游时，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多关注外交部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信息，认真了解有关出入境规定，慎重选择旅游项目，妥善安排旅游行程，注意各方面安全，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爱护环境，文明出游，自觉展现并维护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除夕越来越近了，这几天铁路部门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但仍有人在为买不到返乡车票而发愁。对于一些热门线路，为什么12306总是显示无票呢？铁路售票平台有没有更多的渠道向社会开放呢？针对人们关心的这些热点话题，记者专访了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12306技术部主任单杏花。有没有可能像前些年有一种就内部的人工的控票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不会的，12306上显示没票，肯定就是没票了。因为铁路现在管票，整个都是用系统来管，所有的这种管理的这种轨迹都是会留存的。而且铁路本身我们严格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个人也在春节期间要通过12306来买火车票，但是我现在打开了12306，所有单次都是无票无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12306的话，那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是，就您现在毕竟是要买春运的票，买春节的票，您要买的应该可能是年前过年回家的票。
但实际上咱们的车票已经是提前销30天就开始销售了，在30天前就已经有很多的旅客已经把这热门方向的票可能都已经买到手了，所以您在看的时候确实就看不到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即便有一些旅客他会有退票或改签票，有一些票源可能会返回来，返回来之后的话呢，像抢票软件实际上又已经把它刷走了，因为旅客退签返回来这个车票，抢票软件它一直在刷，一直在兜底。而作为普通的旅客，咱们在12306上，你是点一下再刷一下，点一下再刷一下，你可能几秒才刷一次，而抢票软件它可能是毫秒级的在刷，所以它可能会率先就拿到了旅客退签返回来的车票。想买的车票没有余票怎么办呢？12306在2019年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那就是候补购票。候补购票怎么用？在哪些地区可以用呢？有了它，我们未来购票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2019年推出了这个功能嘛，候补购票这个功能。那候补购票这个功能，就是让旅客在12306上购票的时候，如果无票了，可以把需求提交到我们12306的这个系统里头。那我们系统如果遇到有旅客退签返回来车票，或者说铁路我们根据这个列车能力情况加挂而增加的这种车票，那我们就可以去优先配给已经排队进来等候的人。但是候补下单这功能我也试了，我点进去之后，你看我到郑州的话，这个车票就没法启用。2019年春运，我们候补这个功能的话呢，只是针对北上广到成渝地区和成渝地区返回北上广，这个方向上开展了候补功能，其他方向目前确实没有开通这个功能。原因是什么？毕竟这是一个新技术，所以呢是想通过春运呢磨合一下，小范围的做个试点，对我们的整个的系统和技术能够有一定的检验，这样会为后续的全面推广做一定的这个基础。下一步的话，在技术成熟之后，可能会全面的开通这个功能。如果说全面的推开这个功能，可能会让抢票软件无票可刷。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各地的春运动态。上海是多家国内快递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今年春运上海铁路局开通快递员春运专列，快递员可以通过 APP 报名，填写身份证件、从业网点等个人信息后，选择始发和中到站免费乘坐专列。近日厦门铁路警方发现，有人在春运期间利用多个12306账号抢购春运长途紧俏火车票，囤票倒卖。通过侦查，铁路警方在厦门市翔安区一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贾某抓获，现场查获火车票744张，票面价值35万元。据贾某交代，为了获取客源，他通过 QQ、微信等方式向旅客发布抢购车票信息，并以每张60到120元不等的价格向旅客加价倒卖，共计盈利32000多元。目前贾某已被刑事拘留。山东邹平火车站工作人员在安检时发现，一名旅客携带的行李中有50把菜刀、匕首等不同类型的刀具，其中9把属于管制刀具。该旅客称，这些刀具都是自己制作的，打算春节带回老家送给朋友。为此，他还采取了一些伪装措施，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该旅客被处以治安拘留5天，并处罚款500元。近日，在福建泉州火车站安检口，一名旅客携带50多瓶指甲油被民警查获。另外，在广东东莞火车站安检口，也有一位旅客被查出携带20瓶指甲油。警方提示，指甲油属于易燃品，随身只能携带20毫升以下；发胶摩丝也属于易燃易爆品，不能带上火车。离央视春晚播出还有3天的时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满足央视春晚吉林长春一汽分会场灯光、音响、舞美等用电需求，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工作。然后穿过这个前进大街了。对于央视春晚吉林长春一汽分会场的保电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绝非易事。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成立9个专业工作组，共梳理出349项保供电重点工作任务，其中涉及9座变电站、18条输配电线路。
目前，仅对这些变电站和线路的特巡特围，就已经开展了17496次。我们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保证春晚分会场的电力供应零闪动、高可靠，就是0.1秒也不能停。我们采用的供电方式是两路完全独立的专用供电线路，比如说其中一个电源停了，我们会自动的在50毫秒之内把这个电源切换到另一路电源上，确保它万无一失。这两辆应急电源车可以提供不间断、长时间、高质量的电力供给。线电故障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启动，达到用户零闪动，是东北首次启用飞轮发电机组对于用户进行不间断供电保障采取的措施，保证春晚的顺利进行。国网吉林省电力公司还在会场周围新建了22台专用变压器。现在全省928名电力员工坚守岗位，对保电设备进行全天候盯防。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日前有个别自媒体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中的相关政策误读为私立幼儿园将退出历史舞台。教育部30号回应表示，关于不得办成盈利性幼儿园的规定是特指小区配套幼儿园，其他场所的民办园仍可自主选择办成盈利性民办园或者非盈利性民办园，享受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有关民办园的扶持政策。从国家政策看，根本不存在私立幼儿园或盈利性民办园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说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30号披露权健事件调查过程，总局已要求权健公司开展直销经营的北京、河北等9个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加强对有关问题的调查。今年1月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13个部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联合部署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近日，辽宁沈阳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对沈阳一家涉嫌虚假宣传保健品医疗效果的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1月24号，辽宁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沈阳康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店进行了调查取证。这家公司以销售食品保健品为主，其中这款缠花虫草粉是该公司近年来主推的产品。记者拿到了一段康杰公司负责人陈浩成推介缠花虫草粉的视频，他是这样推介的：你要是能坚持一天6袋的服用，别吃一段时间就忘了，你要只要你能坚持下来，你的寿命会多活30年，刨去那3年再给你挣回来27年。吃鸡蛋花比你吃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安眠药、激素类要强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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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康杰公司仅在沈阳市就有不同名称的数十个门店销售保健品。这老头不也是吗？老来这摆了，这不就这家生物存在的？6000块钱前个，就这期。这是买的？就是嘛。自个儿买的？嗯。那有用吗？用水粉。有啥用啊？他就是喝不死也喝不坏，这些老头老太都上当。就是自然溜达吧，就有人发传单，完事你就信就去呗。从小便宜似的，今儿给你20鸡蛋，你来开会，明儿再给你点别的东西，这不就越来越上当吗？挺好啊，我还买东西。这些老人被带去康杰公司的门店后，工作人员就会播放公司负责人陈浩成主讲的课程。记者从几位老人那里拿到了一些课程视频，来看一下。以后生物医疗要比药物医疗还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说一下，药物上治不了的各种疾病，我们都能治。被我治好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数不过来。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我们的责任也很巨大，我们肩负的这个未来改变。不仅仅是中国，
而是改变全人类的这种医疗状况。康杰公司负责人在视频中称，一些疑难杂症、慢性病，他们出售的保健品都能够治好。不少老人听过课之后，纷纷掏钱购买。我说你咋的了？我给你买保健品，啥保健品呢？治腰脱的，我说你吃吧。举报过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迅速的立案，并且围绕着康杰公司在沈河区的一切经营活动，开展了密切的排查。据了解，沈阳市目前已组成多部门联合的专项工作组，根据调查结果，将对康杰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进行依法处理。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和广告法，已经明确规定，任何保健食品都不能具有治疗功效。所以说当他宣传他有一定的治疗功效，甚至说我的保健品就能够治百病，那么它一定是虚假的宣传，这样的话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给我们举报。注意收集这个销售公司提供的各种宣传品、印刷资料或者是声像影像资料，提供这些作为依据，可以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每逢过节，电商平台总会推出一些抢红包之类的活动。今年春节之前，很多人都想通过支付宝扫福字集五福，等着分红包。但是有人求福心切，给自己带来了意外的麻烦。最近在上海地铁十一号线的车厢里，一名女乘客就把手机贴在车门上扫福字，没想到列车到站，车门一打开，手机瞬间不见了踪影。狭小，没有办法直接拿出，所以呢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拆卸了一部分的螺丝，并且呢我们制作了一个小型的钩子，大概经过两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手机完整的拿出来。为了扫福字，差点赔上自己的手机，还给地铁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这么多的工作量。所以啊，我们给您提个醒，乘坐公共交通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除此以外，您在集五福的时候也要当心，也许有人正盯着您的钱包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几个值得警惕的诈骗手法。诈骗手法一，有不法分子以互换五福为由头，诱导受害人扫二维码加入微信群。当受害人扫描木马病毒植入的二维码链接页面后，嫌疑人伺机盗取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密码等个人信息，进一步实施诈骗犯罪。诈骗手法二，受害人在网上搜索到出售五福的 QQ 号，加入好友后按对方要求发了不等金额的红包，对方没有兑现承诺，反将受害人删除或拉黑。诈骗手法三，冒充熟人向受害人发送短信，声称送受害人五福，并附上链接。当受害人点击该链接后，嫌疑人就会盗取受害人的信息，从而实施诈骗。列车罢座事件时有发生，而最近又出现了更稀奇的事儿。在广州开往武昌的火车上，有人不仅罢座，竟然还卖座，一起来看一下。为啥那个哥们儿，为啥那哥们儿说还要，我说没有，我说捡个座我都不给他，这不是我的，我不能卖了，懂吗？这段视频拍摄于1月24号广州开往武昌的3014次列车，随后乘客将视频发布在微博上，很快引起了广铁警方注意。这些不实人员呢，就先通过买短途票啊，咁样上到车之后呢，睇到有啲即系有啲比较冇人嘅座位啊，佢就先坐住先，咁等旅客上咗车之后呢，佢就将呢啲座位卖俾有需要嘅旅客。一般都是收100元一个座位。1月27号8点左右，民警锁定了违法人员踪迹，迅速在广州火车站大鹏区将嫌疑人抓获。
針對有幾趟重點嘅臨客列車咧，就響車底進入站台嘅時候咧，先安排便衣先上車，喺車廂入邊進行伏擊。一發現呢啲違法人員實施違法行為咧，馬上進行取證。沒充錢的假，啊都沒充錢，人家拍了整個視頻錄下來，這幾個作案人爽啊！经审讯，该男子因涉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处以十日行政处罚。新闻继续，眼下各地中小学已经陆续进入寒假时间，多地教育部门下发通知为中小学生减负。在很多地方，中小学生的书面作业都在减量提质，然而不少家长却在忙着给孩子们制定计划，以各类培训为主的寒假大礼包几乎成为标配。在杭州长江实验小学，这个寒假无论你是一年级的小豆丁，还是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律没有寒假作业。虽然学校没有了作业，但很多同学还是少不了要去参加一些培训班。书法、篮球、数学、英语。那是不是会不会很忙啊？没有寒假作业，寒假依然很忙碌啊。那会啊，但是忙碌之中凸显出来很充实嘛。显然，孩子们对于家长安排的类似假期大礼包已经是习以为常。今年寒假各地普遍减少了寒假作业的量，但不少家长表示他们会有担心，作业少了，一个假期过去，孩子的成绩会不会滑坡？更担心的是，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己的孩子不学会落后。平常孩子们一天几乎在学校里最起码学六个小时左右，现在作业几乎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么短的学习的时间，我就感觉开学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跟不上，这是我最大的顾虑。比平时还忙。比平时还忙？不是。给他寒假里报了哪些班啊？那好多了，这个就是这个语数英科都有啊。社会竞争就这样子，这个东西作为家长来讲也只能说适应这个竞争环境啊。他上午的话会学阅读，还有古筝，然后下午的话就是会学写字啊，还有画画。因为嘛，想别的孩子肯定也都在学习一些东西嘛，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落后嘛。反正在寒假在家也是玩嘛，不如来学点东西。孩子应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一点东西。鱼肉和熊掌能够兼得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为什么要放假呢？其实就是这一个学期挺累的，就不管对于孩子、家长，我们工作的都一样，是大家要休息、调整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一个学期在学校里面就很紧张，他要学大量的知识，假期依然是在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他下个学期的这种学习和生活都是不利的。专家建议，假期需要让孩子有一个放松的节奏，可以重点报一两个培训班，然后空出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的时间让孩子来做调整，可以花些时间在孩子的习惯培养上，比如对阅读的习惯，对时间的管理。制定寒假计划时，要和孩子一起商量，发掘他们的爱好特长，唤醒孩子的内在动力，而不是完全替代孩子做计划，盲目地跟着大家去跑。我们咨询过很多案例，到了大学我换科，我挂科，我退学，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了看，这些学生都是学习挺好的，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他就会突然发现你的这个安排从来不是我想要的。第二个，他觉得太苦了，我到了大了我就可以放纵了，我终于可以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这个对未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还是挺负面的一个。如今对孩子的期望、激烈的竞争以及攀比心理等都是家长焦虑的来源。专家也提醒，孩子对父母情绪的感知力非常强，家长越焦虑孩子越紧张，要谨防把焦虑传导给孩子。我们也调研了很多孩子，他们就是说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呢？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别老在旁边叨咕，别老在旁边吼我，别给我报那么多兴趣班，就这是孩子的声音，就是你做的越多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是越大的，每个家长都不希望是这种结果。下面来看一组救援现场。昨天早上7点多，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到救助信息，一艘装载有4100吨玉米的中国籍散货船新华盛轮在江苏大丰以东约95海里处机舱失火，货船抛锚，11名船员遇险。随后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救助直升机前往事发海域，将遇险船员全部救出。
接到救助信息后，在满足气象条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先后派出两架救助直升机从上海高东机场起飞前往事发海域。9:58，东一飞7356救助直升机抵达现场展开救援。由于正值寒潮，现场风大浪高，遇险人员情况危急，加上此次救助地点已快接近现有救助直升机的最大航程，但救助机组争分夺秒，采取低空悬停方式，快速从失火货船上调运起全部的遇险船员。随后第二架救助直升机也返航。10:58，东一飞7356救助直升机搭载11名遇险船员安全降落在上海高东机场。近日，安徽合肥一位患病的旅客因为病情紧急需要转到上海治疗，接到求助后，合肥上海两地高铁工作人员紧急联动，保障了这名旅客得到及时救治。1月24号，安徽合肥一名患者家属向合肥高铁南站求助，因患者病情加重，医生建议立即转院去上海治疗，但如果乘坐120急救车转院，最快要5个多小时才能到上海，而病人在注射血浆后最多只能保证4小时平安，且路途颠簸更容易引发危险，希望乘坐当天最近的一班列车前往上海。接到求助后，合肥高铁南站的工作人员立刻联系了上海虹桥火车站，并联合铁路公安、医疗等部门成立了临时医疗保障小组。前面扶住，前面轮子扶住。拿你们身份证，来发票了。我们现在就不管你，直接把车开下去。该患病旅客于当晚21:05到达车站，而此时距离当天最后一班发往上海的动4684次列车发车时间只有20分钟。由于旅客行动不便，合肥高铁南站临时为其开辟了绿色通道，让旅客直达站台登上列车。是不明显。经过2.5小时的旅程，当晚23:58，该名患病旅客安全到达上海虹桥站。此时，当地车站已经联系好急救车等候救援。0:40，该名患病旅客被送往上海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目前患者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暂无生命危险。1月24号，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一个小区居民楼3楼突然起火，浓烟滚滚。一名女子抱着4个月大的婴儿被困在3楼楼道窗户边，情况十分紧急。正在附近工作的李刚发现情况以后，立即将车开到了居民楼下，攀爬上2楼房屋的阳台。其他2名热心群众站在单元门上的遮雨台上，正当他们准备先将孩子抱下来时，婴儿突然从母亲的手中滑落，在危急时刻，李刚身体前倾，将孩子接住抱在了怀里，随后孩子的母亲也被救了下来，消防及时赶到灭火。据婴儿的母亲介绍，当时只有她和孩子在家，楼道里突然冒出浓烟，不知道是哪里着火，她下意识的就想带着孩子从3楼窗户跳楼逃生，不幸被困。后经检查，女子和婴儿的身体都无大碍，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中。前几天，一名未成年的女孩因为与家人发生矛盾，独自买票上了前往青岛的火车。列车乘警接到求助后，在列车上找到了这个女孩。哎，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没事吧？怎么在家找你？没事。啊，你把身份证看一下，身份证撕掉。你带身份证。据乘警了解，该女孩因学习与家人发生矛盾，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正巧在青岛有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于是当日下午偷拿了户口本，乘车欲去往青岛。经询问，小女孩中午晚上都没有吃饭，安排了乘务员，然后给她热了一份盒饭，让她先把饭吃了。此时乘警接到指令，全力协助北京警方看护好离家出走女生，其家人正赶往青岛。列车到达青岛站后，青岛乘警支队将女孩接到酒店休息，同时为防止女孩有其他过激行为，特意安排3名年轻民警全程看护疏导，直至女孩家长次日凌晨到达青岛接回女孩。你看你今天走了，其实父母还是很担心你的，没有说真是天下没有说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你走了他们一样很着急，是吧？
经过劝说，女孩逐渐放弃了见网友的念头，并表示愿意同父母一起回到北京。凌晨2点半，女孩的父母赶到了酒店接回了女孩。春节临近，回家路上我们要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近日从南京坐火车回安徽老家的旅客刘先生就把装有27万元现金的手提袋遗失在了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急忙向民警求助。事发当晚7点，刘先生准备坐车回老家安徽宿州，在阮席候车大厅候车，结果检票时把手提袋遗失了。一检票，我提着我就去检票，就没想起来这个事。就没想起来这个事。我上了车以后，火车都开了，我怎么找不到那个包了？到了下一站蚌埠站的时候，刘先生才发现自己的手提袋忘了拿，并且里面有十分重要的27万元人民币。于是他立即从蚌埠站下车，购买了返回南京站的车票，向民警寻求帮助。南京站派出所民警立即调取监控视频，发现最终在阮席候车室被一个保洁员捡走了。民警和刘先生找到当班的保洁员，保洁员说看到手提袋里满是零食，以为不重要，就先把袋子放在热水器下，想等交接班时再上交。当时他不知道这里边有27万元现金，因为上边盖满了红枣和桂圆的食品包装袋，他当时不知道里面有现金。经过刘先生核对，手提袋中的现金和零食一样没少。刘先生解释，因为是借的钱回老家盖房子，贪图方便就没有存入银行。带那么多现金干什么？我知道这样的话，我根本不。铁路警方提醒，春运期间客流量大，乘车应避免携带大量贵重物品，特别是现金。大额现金最好先存入银行，然后通过异地取款、转账等形式来支取才安全。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冷空气继续南下，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将超过10度。在冷空气影响下，预计西北地区东南部、内蒙古中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中下游有4到6级偏北风，同时东部和南部海区也有6到8级、阵风9级的大风。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气温也将下降6到8摄氏度，其中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到12摄氏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还给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带来了明显雨雪。新疆西北部和西藏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雪，局部地区有大雪或暴雪，需加强防范。此外，黄淮南部、江淮、江汉、四川盆地、海南岛北部等地还将出现大雾，局地将有浓雾，能见度较低，当地人们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省内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我省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在-3度到1度之间，最低温在-18度到-9度之间。明天我省气温将继续回升，不过也将迎来雨雪天气。冬季是燃气使用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事故的高发期，用户应该怎样正确使用燃气避免事故发生呢？下面来看一条生活小贴士。用户要养成室内通风的用气习惯，让空气流通，避免缺氧造成人员伤害事故。同时在使用燃气时，应防止锅中的汤水等液体溢出，扑灭火焰导致漏气。每次用气完毕，不仅要关闭燃气用具开关，还要关闭钢瓶脚阀。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固定并拧紧，避免因松动脱落引发意外。如发现漏气，要保持镇定，不要穿脱衣物，也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和拨打电话，这都容易产生火花。要屏住呼吸，将阀门关掉，然后去往安全区域。室内有异常气温的情况下，立即这个开窗通风。同时啊，这个人员在安全的位置，电话通知燃气公司进行报修。湖北十堰的一名8岁女孩最近反复咳嗽不见好，一开始被当作肺炎来治疗，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后，竟然发现孩子的支气管里卡着一个鼻帽。我们用听诊器听他的胸部，可以听到一种吹口哨的声音，
这是异物导致他支气管堵塞产生的一种症状。医生当即为患儿做了胸部 CT， 发现他右侧支气管里面卡住了一个圆锥状的异物，幸亏异物中间有一个小孔，还可以通气，不至于呼吸困难。据患儿回忆，一个星期前他做作业的时候嘴里含着塑料笔帽，一不小心笔帽进入了喉咙，当即就出现剧烈咳嗽，可他不敢跟家长说，就一直忍着。我把那个笔杆抿到那个抿到嘴里，然后一下子玩心，然后就吞下去了。就是只要一吸气，就是这个喉咙就好像那个被东西粘住了。要取出这个笔帽可是个难题，笔帽紧紧卡在支气管里一个多星期，已引起炎症，加之小孩的支气管又小又薄，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专家会诊后确定，通过胸腔镜微创手术取出笔帽。医生提醒，气管异物临床表现为剧烈呛咳、呼吸不畅等，对于三岁以下的小孩来说，一切能够拿在手上放进嘴里的东西都有潜在风险，因此不能让孩子养成拿着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另外，三岁以下的孩子不应喂食瓜子、花生等带皮带核的食物。最近，吉林省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远红外相机再次拍到东北虎的身影，来看一下这只明显长大的虎娃。吉林省黄泥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整理远红外相机时发现，2018年11月30日，一只东北虎从相机前走过，经保护人员确认是2014年发现的一只亚成体雄性东北虎虎娃。画面中的虎娃摇头摆尾，悠闲地在镜头前走过。从2014年开始，保护人员每年都能拍到虎娃的镜头，但都是晚上活动的画面，白天拍到虎娃尚属首次。从画面上看，虎娃已经明显长大。近年来，国家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地明显恢复，野猪、马鹿、狍子等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为东北虎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方面，缅甸中央银行30号发布通告，宣布增加人民币和日元为官方结算货币。缅甸央行在通告中说，为促进国际支付与结算和边境贸易发展，准许使用人民币和日元作为结算货币进行国际支付，除获得许可的银行外，暂不允许其他机构和个人开设人民币和日元账户。缅甸央行一名负责人表示，人民币纳入结算货币后，缅中边贸支付和结算将更加便利。中缅长期以来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缅甸先前批准的官方结算货币包括欧元、美元和新加坡元。继续关注巴西矿坝决堤事故。当地时间1月30号晚，巴西民航部门通告说，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99人，其中57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目前仍有至少259人失踪。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铁矿废料矿坑的堤坝25号发生决堤事故，事发矿坝属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矿坝决堤之后，泥浆顺流而下，摧毁了大量沿途的建筑物。目前5名涉嫌对这起事故负有责任的人员已被拘捕，包括3名淡水河谷公司的高管和2名为该公司提供安全监测服务的工程师。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月30号发表声明说，韩国京畿道一家农场发现口蹄疫疫情，这是该地区一周内第二次发现口蹄疫疫情。据韩国媒体报道，最新疫情发生在安城地区一家农场，农场主向当地政府报告，农场97头牛中至少3头牛出现口蹄疫症状。此前一天，安城地区另一家农场也确认其120头牛中有20头出现口蹄疫症状，两家农场相距大约11公里。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表示，将采取扑杀及疫苗接种等措施，遏制口蹄疫的传播，避免疫情失控。口蹄疫是在牛、羊、猪等偶蹄类动物间传播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口蹄疫较少传染给人，但若与患病动物接触过多，人也有可能被感染。受到极地涡旋影响，连日来美国多地遭遇极寒天气。1月30号，多地气温继续大幅跳水。而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自从上周六开始的本轮极寒天气及其引发的事故，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人。在芝加哥，上午8点多，室外温度仅为零下22摄氏度。
气象部门说，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受这轮极寒天气影响，冷得非常危险。伊利诺伊州绝大多数地区的学校、博物馆、法庭和其他机构场所关门。伊利诺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求居民尽量待在家中。芝加哥两大机场超过一半的出港航班被迫取消。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宣布取消进出芝加哥的全部列车。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全州数百所学校停课，州议会取消了当天全部听证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街上行人很少，大多裹得严严实实。在华盛顿，因为天气太冷，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推迟三个小时上班。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本轮极寒天气迫使号称风雨无阻的美国邮政罕见地暂停了在南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部分地区的邮递业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解释了美国这一波寒潮天气的原因，位于北极上空的极地涡旋近来不稳定，导致通常聚集在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南下侵入美国上空，带来了寒潮。不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北半球冬季常发生。为了减少交通事故，最近韩国出现了一种智能人行横道，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名行人无视红绿灯，突然横穿马路，前车急忙转弯，却跟躲避不及的后车发生追尾事故。一名小学生正在遵守信号穿越马路，却被一辆闯红灯的车撞上，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在韩国，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 52.9% 都发生在人行横道区域，特别是没有安装红绿灯的人行横道。为了减少事故隐患，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开发了一套智能人行横道系统，用多种方式提醒司机和行人注意安全。例如，有行人靠近人行横道时，地上的这个小装置会发出闪光提醒附近车辆，车辆靠近时则会有警示字样和警示音提醒准备过马路的行人。在夜间，人行横道上会有闪烁的灯光和投影在地面上的警示语，行人靠近人行横道时，手机上也会弹出小心车辆的警示画面。目前，这样的智能人行横道已经在首尔市部分地区启用。시선이아래를향해있는어린이나전방주시를약간노인에게굉장히탁월할것을얘기해주고요最近，在捷克利贝雷茨市中心出现了一堵瀑布冰墙，吸引了很多攀登爱好者专门前往体验。这堵瀑布冰墙最高处高度约25米，从上面倾泻而下的水流被冻结，看上去很是壮观。不时有攀登爱好者在冰墙上奋力攀爬。利贝雷茨市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堵冰墙呢？原来，这是当地攀登爱好者瓦茨拉夫·巴尔沙内克和他的朋友们人工打造的。5年前，巴尔沙内克发现了这块岩壁，并注意到附近还有一眼冻结的天然泉水，于是就有了在这里打造瀑布冰墙的念头。他们对岩壁进行了打磨，让泉水可以从岩石上流下。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能出现连续5天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的情况，流动的水就能冻结，形成冰瀑。过去5年来，这处瀑布冰墙平均每年开放2到3周，吸引着经验丰富的攀登者和业余爱好者前来体验。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飞速增长，鉴别这些信息的真假也成为每个人面临的难题。近期，美国出现了难以辨别真假的深度伪造视频，充分证明了眼见未必为实。We're entering an era in which our enemies can make it look like anyone is saying anything at any point in time. 这段视频乍一看，好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正在发表讲话，然而事实却不然。视频实际上是由一名演员来模仿奥巴马的声音而制作的所谓深度伪造的内容。深度伪造视频通过一种人工智能形式的计算机程序，将视频中的画面或音频进行修改，比如更换别人的脸或声音，逼真度惊人。This is actually my face swapped onto his face. So this is a deep fake of me and my student Reed. In the future, maybe 5 to 10 years, the technology will be in your pocket, and with a flick of a button, you can become a deep fake. 深度伪造视频近来风靡社交网络，大多是网友们自制的用来搞笑的视频。Here it's an S.
然而，深度伪造视频已经引发担忧，因为它的出现不但会助长假新闻的泛滥，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目前已经意识到深度伪造视频的潜在威胁，正在与多家研究机构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动荡的阿富汗，无书可读成为不少阿富汗儿童不得不面对的现状。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一位名叫哈米德的年轻父亲开始自己动手给孩子们绘制出版儿童图书，深受当地小朋友的喜爱，不到一年就印刷了近50,000册。哈米德介绍说，这些故事书每本只要20阿富汗尼，约合2元人民币，大多数家庭都消费得起。内容全部由达利语、普什图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对照，配有彩色插图。哈米德说，他的父亲教给了他绘画的技能，他也希望像父亲一样给下一代留下一些东西。现在哈米德的工作室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有19名成员，包括多名作家和画家，能够不断创作新故事书。儿童书籍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故事书，还有儿童教材、低龄儿童可以动手参与的涂色书等等。更多国际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动物趣闻。据日本媒体报道，在美国犹他州，一只被困汽车发动机舱里的猫头鹰成功获救。当地媒体称，猫头鹰可能是撞到了行驶中的汽车，又恰好钻进了发动机舱的通风口，所以幸运的没有受伤。车主报警后，救援人员使用工具把发动机罩拆下，将猫头鹰救出放归。这一幕发生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画面中这头雌狮子在路边睡得正香，这时一头雄狮子从不远处走过来，蹑手蹑脚慢慢靠近，伺机偷咬了它一口。雌狮子瞬间被惊醒，猛地一下翻起身来，不停地发出怒吼声。雄狮也被这架势吓得连连后退，似乎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视频于29号上传至社交媒体后，吸引了不少网友围观。有人评论说，这一幕像极了熟睡的女孩被男朋友吵醒后的场面。英国媒体近日上传了一段有趣的视频，画面中这头来自泰国清迈的小象喜欢睡觉，被抓拍时它还不时发出鼾声。中途稍微苏醒后，小象并没有着急起床，而是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觉，还把鼻子蜷缩到自己的嘴里。管理员说，小象平常就酷爱睡觉，周围人看它睡得正酣都不忍打扰。体育方面，昨天亚足联官方公布一张罚单，此前石科与泰国队的比赛中出现拉拽对手的行为，当场被黄牌警告。现在亚足联做出追罚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3.35万元的罚单。本届亚洲杯已有多名球员因拉拽动作被追加罚款。篮球赛场，昨天美职篮常规赛继续进行，掘金客场以105-99战胜鹈鹕，取得4连胜。莫里斯得到20分7篮板7助攻，约基奇20分13篮板10助攻。鹈鹕方面，霍勒迪22分，米勒15分。文化吉林，追梦中国，吉林文投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再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1度到-9度。白城晴，-1度到-14度。松原晴，-2度到-13度。四平晴，-1度到-14度。辽源晴转多云，0到-10度。吉林多云，-1度到-9度。通化晴，-1度到-15度。白山晴，-3度到-18度。延吉晴，-0度到-12度。长白山晴，-2度到-14度。长春晴，-1度到-9度。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面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